有人说这除了风沙和泥巴什么都没有，再这样子不够不会了。细看才明白，这未知的地带充满生命的奥秘。你的心眼是解码关键，大自然设计的藏宝图很难参透，却绝非虚构。4月25号周一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《我们的岛》播出，《灘地文明再发现》。